这个球被打一出去，在右外野方向，右外野手，结果这个球是个全垒打。陈金锋马上补上一支全垒打，使得现在中华队一下子就取得3-0领先。这个球场打右外野就对了哈。对。把球往右外野方向送，还可以乘风破浪一下。是。一开始感觉上角度好像打高了，但事实上，这个球场打右外野的确是非常有利。所以这一个全垒打下，好像比赛虽然才开始，但是我想中华队应该蛮安心的。是，所以相当有 power 哈。是，有一点接近棒头，但是还是有飞行距离。